我着急，没有，你先选你会的某，我哪段都不会，就赶快告诉我哪段，然后我就一定要去学。对对对。到十六个不准备喽，来演吧。啊，这里改成我看着改成，你现在就能改是吧？嗯嗯、改成剩多少的时间，这个我看着改成剩多少。是我哦，这样子啊，好、哦、行，剩多少？然后他这也是，我问着改成剩多少。这也是吗？嗯，啊，就他这俩是一个，就你看也可以这么写，也可以这么写。啊，就是重复了是吧？对对对，就哎，这就没了吗？后面。哦哦哦，然后对，这里反了。行，谢谢，那你们调整着，我们可以，嗯，那我们再一见，好的。一个人走到终点，不小心回到起点，一个新的世界。此刻我才发现，时间没有绝对。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，能许愿好像多一天，我们的明天。我问着爱有多少时间，在眼前以为多一天能实现我们的预言。行，这首歌谢谢你，谢谢你呀，又拍上了，完了这又要用了啊。我就不想面对这世界了。注意看视频中的这个女人叫做小美，20岁的小帅竟对她说出了这样的话。本期视频带你走进电影《重返20岁》。呀，还有你一个人，有你一个人，能体会我的感觉。不用说，不用问。就明白，就了解，每一刻都想永远。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，在眼前以为多一天能实现我们的预言。其实有个传说能将时空打，因为有一个梦告诉我，爱从不曾保留，才勇敢了我。太好了，太好了呀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汪，这是我第二次的上班。经过了第一次上班之后，获得了实习的位置。现在我要打下属于我自己的江山，我要拥有我自己的商业帝国。我撞着冰冻的眼睛，我坐着冰冻的眼睛，流泪看天子带悲愤。我坐于冰冻的眼睛，努力看天晴带白帆。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能许愿，好像多一天我们的明天。我看着还有多少时间在眼前，实现我们的预言。哇！啊！好了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第二次上班，下班了。